我是观光列车长，在2012年呢，9月17号，那个大理火站来了，11点了，他们怎么是6764哦？树林发车将沿线看依然的蓝皮文博号 H4单载电脑加5节蓝皮文博号终于来了，超感动的，耶！我们的 H4单载电脑准备驶进大理站停靠待毙。啊，耶，感动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蓝皮文博号。我的蓝皮文博号在大理站，嗨，子敬你看哦，5节蓝皮文博号在大理火车站停靠待毙哦，感动，谢谢，耶，6764停靠在大理。好了，我们的蓝皮文博号来大理站停靠了。就跟那叫妈妈一样。